是一条咸鱼吗？这不就是一条咸鱼吗？可以干一点点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表情，就是诱惑的。在这个戏里面，我说一个公安，但是画画很厉害。喂，它上面是人，下面是鱼。要达到导演的那个分数，要必须要做好几次。你这个刀上面有细菌的啊，发展。你把它扯乱了，卖相不好，卖相不好。每一条都是经过很多次的筛选，找出最好的。会给演员无限度的这种挑战。所以，有点辛苦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还有，美人鱼啊！好，那将军。去教我做一些戏，听到我们的受益良多，谢谢你。